另一种形式。他，一个心魔，居然真的爱上了茵茵。难道这就是茵茵说的，他就是我？你真的想好了？其实只要你不做坏事，大可不必这样。我生就是因为你。如果以后你还要那样防备我，继续存在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快点动手吧，说不定我待会儿要反悔了。跟我来。这始终是他们的事儿，我不该插手吧。你真的放弃了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压制不了我，不敢继续了？修行不易，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修炼之道，我只是替你觉得可惜而已。你要是不领情，那当我没说。我也看透了你的道，不枉相逢一场吧。能量开始相互渗透，接下来就是融合了。怎么都过去一周了，他们还没出来？我来算算。奇怪奇怪，这未来的卦象云里雾里的，怎么什么也看不见？怎么回事？融合没有成功？我可是丝毫没有反抗，不然你早就不坐在这儿了。按理说不会有这种情况，不过你我情况本就特殊，这千年来也没有什么例子能拿来参考。啊，我的伤好了。什么？终于出来了。你们俩难道和解了？谁能和他和解？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我们融合不了，而且力量交融之后不仅各自分离回归，我的重伤也被治好了。这不就是跟孪生兄弟似的了吗？那你们之间现在还有联系吗？所以陈真的已经算是一个独立个体，而不再依附秦雨笑了吗？我好像能感受到他的存在，但是不能控制，也不能影响他了。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已经感觉不到你的思想了，现在似乎又能微妙地察觉一些，但和之前不大一样。你们俩说的迷迷糊糊的，所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现在我们的情况就像是签订了一个平等契约，互不能背叛，互不能伤害。对外的话，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就像皮那个秋和小那个智的关系？差不多吧。所以，你们这是和解了，对吧？和解了就赶紧走吧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那三只猫崽子归茵茵管了，既然你醒了就把它们养大吧，反正本来也是你的责任。好了好了，请你快离开我的地盘吧，你们的关系太混乱了，我还是趁早抽身比较好。上古的事你们上古的人自己商量去吧。